妈，坐下一起吃吧。啊，坐下一起吃吧。你先吃吧，家伙这么多，吃点还要去买菜。我记得妈妈以前从房间走到厨房只需要八步。9、10、11、12、12。妈，车来了，我先走了啊。 妈妈总是为我打点好一切，却把自己的辛劳深深地埋藏在心中，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声累。今天没上班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我带你来改改啊。4、5、6、7，7步就到了。妈妈，希望您永远年轻，幸福快乐。